饭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啊特别不喜欢吃蔬菜，但你们知不知道蔬菜对我们每个人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，他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。今天呢，小花老师先给大家上一堂课，是关于认蔬菜的课，看看你们哪个人认不认识这些蔬菜。问之前咱们玩一个游戏，请小朋友呢站在这边当卖菜的，小花老师来当买菜的，然后小花老师就问他这些菜是什么菜呀、你就要告诉我他能怎么吃啊，怎么做呀、回答几个小花老师的问题好不好？听好了吗？咱们先请李浩玉上来。你现在来卖菜，小花老师来买菜，好不喽？好、小花老师要给钱哦。这什么菜呀？南花。香菜，香菜，香菜，这是香菜吗？嗯，这个菜是长在哪里？是长在树上的不咯？这是长在土地里的。哦，长在土地里的啊啊啊！什么说的都挺好的，就是菜说错了。这是什么菜？芹菜。哎，老板，你怎么搞的？生意做的芹菜。这是谁做的？老板，这个是什么菜啊？河菜。河菜。河菜是什么菜、长在河里的。长在河里的呀、哎呀，我都没听说过长在河里的菜。是什么呀？土豆。老板，这是红薯，这叫地瓜。这个什么菜呀、老板？小白菜。这个是什么菜？爆米花。